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是2022年的2月15日，元宵节。今天下雨了，今天阴了一天了，终于下起来了，月亮藏在这个乌云后面了，然后听到这种雨声哗哗的下起来了，下大了。这边可以听到雨打芭蕉啊，这边是可以看到这雨，还有雷，还打雷呢，春雷阵阵呢。听雨啊，观雨，好久没下雨了。加州干旱需要雨啊，需要雨水的滋润呢。啊，这是冰雹呀，你看下面这个一粒粒的冰雹啊，雨夹雪啊，要不打得这么厉害。原来下的冰雹，这是下的比较明显的。地上的冰雹，这样看着比较明显一点。看我们还穿着拖鞋，冰雹，哗哗哗！哎，月亮出来了，15的月亮出来了，月亮露出了头啊。哦，还有这个闪电呢，雷声闪电，各种情况遇到一块儿了，轰隆隆的春雷阵阵呢，要变天呢，天气要变化，天气要发生巨变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啊。这一阵月亮是从乌云中已经穿行而出了，我们现在太空站里还有人呢，哎，月亮又钻到乌云里面了，就露出来这一会儿。又是闪电啊，冰雹啊，全部下的冰雹，哗哗的。冰雹等于是灾害性天气啊，春天下冰雹，倒春寒，要不是温度一下下降30度，哎，月亮不见了，月亮进到乌云里面了，月亮不见了。
下面下了厚厚的一层啊。预报有雨，结果下成冰雹了。这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，大洛杉矶，一种奇特的天文现象被我们遇到了。这个今天晚上睡觉应该很暖和。气温骤降啊，感觉有点寒意啊，春寒，倒春寒，阵阵寒意袭来。哦，又是一道闪电，春雷阵阵，闪电频频，打雷了。月亮也藏起来了，月亮，今晚的月亮，元宵的月亮，我们就欣赏那个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面，我们还真实记录了那一分钟。看看地上都是这种冰雹，下的冰雹，哗哗的打雷啊。听声音是小了一点，是不是把乌云这里面那个冰雹都下来了？如果再下大一点，这个山上这个黑山，北面的山上会积一点雪啊。月亮还在这里面，还能看到，就在这里，这个上面，这个地方。我们今天穿毛衣是对的，正确的选择，从早上就穿上了。春捂捂，秋冻冻，春天要捂一下，秋天也要冻一下。所以啊，最美的风景在险峰嘛，就在越是经历了个风霜雪雨，越能看到一个美丽的风景，其他的是观测不到了。这阵好像是小了，要小下来了。等小下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们现在被隔到外面了，挑灯夜战，我们要回家。呼隆隆的听一声，是你的笑容，怎么能够忘记你命运的改变。哇哦哇哦哦哦哦哦哦，看雨不嫌雷声大呀。
雷声大雨点小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这是张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给你带来的报道。哇塞，已经冻着了。